当我通宵回家发朋友圈，把屏蔽妈妈变成仅妈妈可见时。凌晨四点你还发朋友圈的花状啊？你不会同意我没睡不？哎呀，怎么可能啊！我刚刚睡觉呢，我可以在定时发送的。那你拍一张你在床上的照片过来。哎，你成天不是往这个就是往那个，你怎么不把你自己往的了，把车位往的了？像你这个样子，一个人在外面怎么得了？要不然我办公室跟你一起住哎。你千万别，我是天鸟哎。最近换季敏感，我还走出1857。这个皮肤状态还是水嫩嫩的啊，真不愧是有五种寡肽成分的水乳，它能改善我的痘印，还能提亮肤色，更重要的是它有牡丹提取物来强化皮肤屏障，而且抹完一点都不黏腻。嗯，啊，你这个眼睛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是蓝色的呢？